狂减36公斤，练大丈腹肌。Romy 曹世浩教路，肚饿去刷牙啦。咦，这个人咁似 Romy 同来自星星的你嘅曹世浩嘅，不过我记得佢唔系咁瘦噶噃。原来呢张只系佢之前减肥成功嘅相嚟嘅啫。在昨晚25号播出的节目 Everybody 入面，曹世浩就公开了他的减肥秘诀。跟着这个方法，他由接近100公斤减到64公斤，轻了足足36公斤啊 ！Oh my god！ 제가예전에한참몸매관리하고살을좀많이뺐을때했던다이어트중에하나가제가그반식다이어트라고했었어요반식다이어트반식그러니까제가살을빼야되는데피자파스타이런걸너무좋아하니까이거먹고싶은데아이거끊을수가없어요그러니까걱정하지마시고반식다이어트를하십시오그냥4조각을그동안먹어왔다면네2조각으로줄이고그렇죠파스타를1인분을먹었다면그냥반식이면은그냥먹는도중에갑자기화장실에가서양치질을한번하래요그냥아그러면이제입맛이싹입맛이싹떨어지는거예요그거를한반통정도를반통을먹고음식이나올때까지기다리면포만감이조절로좀생겨요唔信睇下佢减肥前同减肥后嘅相先讲啦你仲唔快啲抄低佢啊不过成功减肥做咩唔好好地影翻张靓相啊冇计啦呢个大丈腹肌唔系个个人都做到嘅佢喺节目度积极整多次嗱腰中间系咪好似象鼻先唔似再睇下啦连主持人 Gina 都 O 晒嘴啊！嗱嗱嗱嗱嗱，大家记住，肚饿就去刷牙啦，哈哈。Face pop， 日开 Jack Horn， 看了再强。